老师好。好，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进行八极拳的第三段的练习。下面呢，由老师把第三段演习一遍啊，要认真的看啊。嗯。我们上一次是做到跪步下栽拳，下一个动作马步双顶肘。顶肘的时候啊，两个肘要向相反的两个方向，向外顶，用力，马步正中，头向前看。接下去，捻步子，挂叉掌。下一个动作，开裆，右手变拳，左手和右手腕部落到裆前，变成马步，这个动作叫骑裆步。下一个动作叫双推掌，接下去上步雕手，马步推掌，捻步，马步推掌，雕手，退步，马步推掌。啊，下一个动作注意啊，轮劈拳，左步向右退，右手变拳，从右侧轮劈到左侧。下一个动作叫高弹腿啊，接手，变拳，拧腕下沉，同时震步。高弹腿，扣膝，反砸拳，变步，并步下栽拳。好，这些内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教习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先分小段啊，跟我练习一下，好吧？好。从跪步下栽拳开始。啊，注意这个动作啊，马步，双顶肘，向后退。好，注意这个动作啊，双肘向双方左右双方顶出去。好，马步要平稳，接下去转身叉掌，先上步，上步，脚尖内扣，右手往前伸，往前伸，向前，叉掌的时候力量既要向下，同时呢也要向前，配合呢上步动作，左步退到右部的平行方向，同时身体下沉。好，下面你们两位把刚才做的这小段啊练习一下。好，这开始啊。嘿，好，你看啊，这个肘啊顶得不够，好，头呢看在正中。好，接下去转身叉掌。好，好，看我做一遍啊，看啊，马步双顶肘呢做得不错啊，力量到了，但是呢这转身不好，转身先拧步，注意手啊，上右步扣回来，右手从耳旁上方，看好，做到准备下塌的程度，但是要连绵不断，并步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马步双顶肘，好，转身上右步，
你看啊，这个又错了，这个手啊，从上面滑下来变掌。好的，哎，准备并步他掌。哼，好的，下面我啊，讲一下他掌的方法啊。刚才不是讲了吗？既要向前，又要向下。嗯，我说一下啊，你看啊，嘿，你看，不是纯粹下压，也不是纯粹向后，哎，既要向下，又要向前。你演示一下，来，来啊。嘿，哎，看，既要向前，也要向下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再说一次啊，就从马步开始啊。好的，转身上步。好的，并步他掌。嘿，好的，你看，发劲的一瞬间掌握了，但是呢，发劲呢比较晚，这个呢，你看应该在45度角这个地方下踏。你呢已经在这个地方发力，这样力量就少了。如果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不是就力量就很足了？你看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转身，准备坐，嘿，哎，好多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进行啊，来，开始。左手从当前横扫，右手变拳握拳，两个手合于当前变成马步，这个动作叫骑当步。好，要领是手臂要直，两个手啊要同时下合。马步要登机，先要降重心。你看，不能这样啊，不能这样，这是错的、啊！注意啊，先要降住重心，右腿登机，向左侧登机，整个身体呢平移。哎，好多了，接着往下啊，转身，横推掌。好的，弓步登地要有力啊，后蹬腿。哎，看我的后腿啊。哎，后腿要蹬，同时呢双手向外打。哎，对了啊，接着下一个啊，并步雕手，雕变拳，上步马步双腿掌。好的，好，能不能一起做？能。好，试一试啊，从他掌开始啊。好，横击，嘿，哎，别动啊，哎，手臂斜了吧，竖着，这马步啊还开一点。哎，你看这两个手啊是这么合的，一个手握拳，左手掌合在哪儿啊？合在手腕里。嗯，看见护在哪儿呢？护在裆部，变马步，相应的呢，开裆。哎，肩也加一下，胸也加一下。嘿，好的。哎，接下来啊，我们来一下啊，转身，推掌，弓步。好的啊。哎，你看弓步没有蹲下来，你看这个前手的这位置啊，哎，不能高过头，哎，两手呢不能太开，嗯，哎，你看呈45度，看见吗？嗯，这动作的方法呀、啊、就是防卫。哎，你呢？好啊，放好，嘿，好的，你看接下一个动作啊，上步雕手，再上步推掌。好，起立，听我讲啊，上步还有问题啊。为什么上步有问题呢？提步提脚不轻，你看在底下拉，你看所有的脚步都应该是轻提，靠于支撑腿，
上部也是。不能拉，不能这样，更不能，你看，随随便便的把脚抬起来，然后再下去。哎，好，再做一次啊。开裆，握拳，走，呵，好，哎，挡，蹬步，上步，提，好，哎，再上步，推，嘿，好，你看，小刘这个步子还不太好，提上来以后脚不能落地，你看啊。要平的，你呢？提起来以后呢？你看是这样的，嗯，提起来呢？你看平，接下去呢？横，下一个步子呢？也是同样的，你看，嘿，嘿，哎，好，来，下面呢，跟我来做做这个步法练习，跟我一起做，哎，好，下蹲，提左腿。向左侧横移，捻步，哎，再转身，捻步，提腿，向右，哎，重心要降，哎，再来一个啊，转身，腿拉了啊，哎，你我听见你那个腿啊，哎，脚在地上拖了，好，哎，再把这个动作给老师做一遍啊。好，开始，起，横移，好的，再转身，拧步，轻提腿，哎，你看，晃了，晃了，哎，这样都不对的，哎，好，再做一次，好的，横移，踢，好的，好，这个动作呀，是咱们这个八极拳的基本功，哎，嗯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动作啊，咱们在下面要多多练习。改正呢，在套路过程当中，提腿呢晃，哎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们呢，再从头做一次，从跪膝开始。哎，马步顶肘，嘿，好，转身踏掌，好，开裆提膝。变横裆步，好，好的，双合掌，推掌，上步提膝，好的，再上，再提，推，嘿，好，下面啊，我接着往下进行啊，先跟我一起学下面一个动作，从马步推掌开始啊，看，双脚同时捻动。重心向右腿转移，上身，头向左，右手握拳在腰间，左手雕手，上步，变马步推掌，嘿，哎，右手雕手握拳，退步，变马步推掌，好，接下来。右手变拳，从胸前划过，轮劈，退左步，嘿，好，好，你们两个坐一下，啊，好，双脚拧动，右手握拳在腰间，前手雕手，上步平稳，推掌，好，再做啊。右手雕手握拳，退步出掌，好，轮劈拳退左手，好，停啊，听老师讲啊，这个注意轮劈拳啊，你看左手是带从胸前划过，你看放松的带起啊，右手呢同时带起以后，右手伸。做好准备下劈，同时转移左脚向后，整体
转身。你看，落步和劈拳啊，同时到位。你看，再看一遍啊。好的，抡劈拳啊，刚才已经讲过了啊，要瞬间。好，接下来架手。好，起。哎，你看你这个错了。哎，好的，接手，翻腕，同时下面一个动作，翻腕下拧，翻腕的同时右脚收回正步。你看，先看我做啊。哎，抬脚蹬地，好的，这个动作是高弹腿啊。嗯，你看弹完之后呢，收回来扣步，转移重心，左手砸拳，嘿，嘿，好，来，做一遍，老师看看。好，轮劈拳，嘿，好的，接手，架，接，嘿，好，拧手，同时正步，好，好的，嘿，好，再来啊，重新开始啊。大家要注意啊，正步的位置在哪？在自己重心，就是脚收回来，要把身体的力量、重量都要支撑着。如果不要这样呢，上步就很累啊，还要往前，你看才能顶住。如果退到后面，重心呢又太靠前了，要在中间。哎，好的，这样呢就有利于高弹腿。嘿，哎，好，你们来做啊。你看，你这个掌又变了，掌是什么掌呢？哎，好的，你不要前面讲，后面就忘了啊。推推出去，好的，哎，轮劈拳，嘿，好，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啊。肘，哎，肘要夹紧，哎，好，接手。架，好的，接，哎，撒手接，对，你看啊，看我的，把手给我啊，我架你啊，怎么接呢？不要这样，你看，哎，哎，来，再来啊，上接手。好的啊，正步，高弹腿，好，左劈拳，好，下面我们再做金天胜的最后一个动作啊，跟老师一起做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以前学过啊，上步，转身，并步下再拳。你栽拳栽在哪儿？往前。哎，对，左肩要怎么样呢？往后点。好，往后往上，哎，拳头向下，看老师啊，好的，非常好啊。下面请同学们看一看啊，老师把今天学的从头至尾演练一遍啊，请一边看啊。老师好。好，今天我们进行八极拳第四段拳的练习，下面由老师把八极拳的第四段内容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请同学们站在旁边认真的观看。啊，注意看啊，我们先从并步下再拳开始。
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四段的内容啊！下面呢，跟老师一起把开头两种动作来做一遍。嗯，啊，站好，哎，从并步栽拳开始，左滑手，抱拳于腰间，右缠腿，右砸拳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前面已经练过啊。好的，扣膝，右反砸拳，十字撑拳，好，上步，马步退掌，好，就到这啊。你们能不能自己练一遍呢？嗯，好。滑手，抱拳。好，扣步，好，十字撑拳，嘿，好的，好，好，这个动作呢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练习过了，这些是属于呢，几乎是重复动作，所以呢，掌握的就比较快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啊，上步的步伐要轻盈，不能太沉重，不能拖，比如说，反砸拳以后。你看，反砸拳，踢腿一定要平，雕手，你看，脚尖不能落地，你看不能落地，哎，两膝盖呢并拢，轻推向前，落地，再提起，推，嘿，好，这个动作呢再做一次，主要是注意啊，提脚。平稳，开始啊！好，上步，再提，推，嘿，好。那么小刘同学呢，要注意，前手变雕手的时候，动作一定要大一些，拖上去，动作完了以后，再十字撑拳。好的，来，再做啊。撩，向正前方，哎，转过方向来到这边，哎，你看狮子撑拳以后呢，转方向在前面，你看，看，在你准备前进的方向，哎，对的，然后推掌，好啊，再来一次啊，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啊。要不这样呀，练习的速度就太慢了。好，开始啊。好的，上步推，嘿，好，好，激烈啊！我们接着往下啊。马步退掌，转身后撤半步，击手，你看，手跟前面的击手啊是一样的啊。但是要合击，好，接下去呢，转，拧，好，上步，弓步冲拳，嘿，哎，你看不对啊，你看小刘这个手啊，先弹肘送肩，再冲拳，这样做就不对了，主要是为了冲拳，但是要走直线，哼，好的。反过来，再击手，
定。哎，拧，正左步，上步，冲左拳。好，来把这两个动作做一遍，一定要用力，击手。好，好的。嘿，嘿。好，好的，正步。嘿，好，听啊，你们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，就是正完步以后，重心没有向前啊，你们是这样的。跨出去的，虽然说呢是弓步，但是呢，但是这个跟马步向前蹬击这个整体向前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你们看啊，必须先降重心，整体向前。你们看啊，不能跨出去。看啊，你们做一次，让老师看看有没有进展。正步，嘿，好一点啊，但还是不够，再做一次啊。好，击手后撤半步，正步，嘿，还是有点急啊。来看啊，老师做啊。现在呢，这个步子会滑了，但是冲拳和这个上步衔接的太紧，你看啊。你看，不是这样的。步子上好以后呢，做好马步，准备好。啊，这个时候，你看，这时候再蹬腿、拧腰、送肩、冲拳。嘿，好，再做一次啊。嘿，好的，好。你看这边，注意。好，你看这边又犯错误了，跟刚才讲的错误呢是同样的啊，再做一次。好，放松啊，走，架，分手，平击，平击，拧。好的，正步。哎，好多了啊。咱们接着往下啊，你看啊，卸手，蹬弹腿，好，平稳啊，搂膝，手放在肩前，趴掌，嘿，好的，转身，轮背。收成丁步，右脚哎虚抬，准备做正步，绷拳，哼，哎好，看我的手啊，这样呢也可以，你看这样也行，但是注意啊，必须腕部要绷紧，你看，雕手，推掌，嘿，来看推掌的同时，右脚。跟抬起，上下配合，推掌用力，啊，抬起，推掌，好的，再雕手，退步，好，变拳，从我们马步推掌开始，来看看啊，刚才练习的怎么样？哎啊，转身撤半步，接手，拧，抽拳，好的，再反身，上半步接手，哎，拧，反过来，哎呀，你做错了，你看，正左步。上右步，好的，嘿，好，卸肘，弹腿插掌，嘿，
搂膝。叉掌，弓步叉掌。好，你看这个掌太高了，哎，好的。转身轮臂，弓步绷拳，收好。哎，小六，你看这不对啊，应该是退右步，不是上左步。看好啊，退右步。你还是上左步。好，好的，好。抬右脚跟配合左脚，好，哎，哎，你看错了，哎，这是左雕手。退右步，弓步退掌，好，收势，好，压掌，好的，收势，好啊，好。听我讲啊，在最后一个地方呢，有两处比较严重的错误啊，你们就是啊，从绷拳以后推掌，哎，从这开始，好吧？握拳，回肘，转身，起肘，哎，这是右手动作，左手从左侧撩起，合身挺起来，这个时候全身的力往下坠，肘往上顶，右拳往下砸。这个撩手啊，和甩，好，不是这样做的啊，不是叉掌，明白吗？好，再做一次啊。从弓步叉掌开始，主要练习啊后面的动作啊。好，收拳，抬肘，撩起来，并步下沉。好的，合手，好好好，甩手，上挑，平按，呼气。手垂直放在两边，好，好，现在啊，听我把八极拳的一些主要内容给你们讲一遍。首先讲啊，三种劲啊，我们前面也讲过的，一种呢是缠丝劲，一种是沉坠劲，一种是十字劲。那么这三种劲呢，主要表现在哪里呢？缠丝劲体现在大缠小缠。好，缠丝劲呢体现在大缠小缠。那么沉坠劲呢？并步阵脚。并步阵脚。那么还有一个十字劲呢？十字撑拳。哎，叫十字撑拳。好的，这三种劲呢你们已经掌握得不错了。那么还要说的是呢，三种步法，一种是阵步，一种呢是碾步。对，碾步，哎，好，碾步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上步完了以后，就是提出，哎，就是提出，提脚出脚啊，一定要轻。这三种步伐呢，都要轻。那么还要提到呢，八极拳还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，是什么呢？您看啊，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提膝挑拳，这是一个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大缠啊，大缠一边一个是吧，小缠，还有小缠，对吗？哎，对吧？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大翻身。哎，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大翻身。大翻身啊，看大翻身，好的啊。接下去呢，也就是说我还讲了两种基本的步伐。基本的步伐呢，哎，有手臂向外靠击的，蹬击的，你看往这边走，落步有碾步的啊。同时呢还有其他种的，最主要的是两种，
以气吹力的这个练习方法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在收势的过程当中，这就是这就是以气来帮助把这个力发出来，这就叫吹力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好的，就是哼，好了。那么八极拳最主要的也就是这几点，那么作为老师呢，能够认识到的也就是这些，这是多年以来训练当中体会到的。那么还有一种更广泛的意义和一些更深奥的学说，包括它的这个发源啊等等，希望你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，通过常年的训练总结体会，能够把这个拳种呢发扬光大。啊，好了，今天我们讲的呢就是这么多，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坚持好好的练下去。下面呢，老师给你们把这个八极拳啊整套的从头到尾练习一下，希望你们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。